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嚟阿 N 与阿 Lam 呢个频道。我哋今日继续分享任剑辉艺术人生。饮者同罗艳卿合演过嘅电影，仲有《风尘侠侣》，系由饮者罗艳卿、半日安、林娇合演；《步步高升》，饮者罗艳卿、陈锦棠、任冰儿合演。《昂姑爷》是由饮者罗艳卿和李海泉合演，《汉宫秋月》是由饮者和罗艳卿合演，《游龙情侠》是由饮者罗艳卿合演，还有《傻侠擒王》，《一命难填九命冤》是由饮者罗艳卿、梁醒波还有陈锦棠合演，《金兰花》上集是由饮者罗艳卿、靓次白和谭善红合演，《金兰花》下集是由饮者罗艳卿、靓次白和谭善红合演，《怪侠金丝猫》是由饮者和罗艳卿合演，《侠女恩仇》是由饮者罗艳卿、半日安还有石坚合演，挖木宝山河是由饮者罗艳卿和梁醒波合演，抬轿姑爷是由任剑辉、罗艳卿、梁醒波和任冰儿合演，狄青是由饮者罗艳卿、半日安、石燕子还有任冰儿合演，《汉宫英烈传》是由饮者罗艳卿合演，《芙蓉帐暖度春宵》就有饮者罗艳卿、梁醒波和任冰儿合演。而1962年有《探花夫婿状元妻》是由饮者和罗艳卿合演，富贵荣华第一家是由饮者和罗艳卿合演，狄青五虎平西是由饮者罗艳卿还有任冰儿合演，龙虎恩仇龙凤配就是由饮者和罗艳卿合演，斩柴仔蜂王是由饮者罗艳卿、靓次白还有半日安合演，百幸孝为先是由饮者和罗艳卿合演，三告状是由饮者罗艳卿、半日安和李香琴合演，鬼侠是由饮者罗艳卿、半日安和任冰儿合演，春满帝王家是由饮者罗艳卿、罗剑郎还有麦炳荣合演，1963年《大侠金葫芦》是由饮者罗艳卿、任冰儿和郑君绵合演，《天降福星》饮者罗艳卿、半日安还有任冰儿合演，《雌雄双剑侠》是由饮者罗艳卿合演，《南北鸳鸯侠》是由饮者罗艳卿和梁醒波合演，《金锁匙》是由饮者罗艳卿、半日安还有刘克孙合演，烽火恩仇十六年是由饮者罗艳卿、陈宝珠和靓次白合演，而饮者和余丽珍合演的电影就有1951年的《帝女春心化杜鹃》是由薛觉先、余丽珍、饮者和马思曾合演，1952年《真假舞潘安》有薛觉先、饮者、余丽珍和罗剑郎合演，1958年的《扎脚流金顶》是由饮者、余丽珍、梁醒波和任冰儿合演，1959年有《山东扎脚穆桂英》上集是由饮者、余丽珍、梁醒波和半日安合演，《山东扎脚穆桂英》下集是原班人马
合演。三司会审杀孤案是由饮者余丽珍、林家声和谭善红合演。神眼东宫应太子上集是由饮者余丽珍、梁醒波和凤凰女合演。神眼东宫应太子大结局是由原班人马合演。1960年金麒麟五福临门是由饮者余丽珍、梁醒波还有凤凰女合演。扎脚范梨花是由饮者余丽珍、梁醒波和林家声合演。扎脚范梨花挂碎坠子是由饮者余丽珍、梁醒波和林家声合演。飞龙太子劈石救银飞是由任剑辉、余丽珍、梁醒波和林家声合演。截虎斩情夫是由饮者余丽珍、梁醒波和林家声合演。神鹰飞天侠是由饮者啦、余丽珍啦和梁醒波合演。七彩金叶菊是由饮者余丽珍、梁醒波和林家声合演。1961年呢，有富贵花开凤凰台是由饮者余丽珍、谭兰卿和苏少棠合演。十年割肉养金龙是由饮者余丽珍、梁醒波和林家声合演。无头正宫教子闹金銮是由饮者余丽珍、梁醒波和林家声合演。野龙露碎金蛇塔是由饮者余丽珍、石燕子还有欧阳剑合演。无头女卖头寻夫就是由饮者余丽珍、半日安还有黄鹤星合演。金凤斩蛟龙就是由饮者余丽珍、梁醒波和半日安合演。花蝴蝶三戏飞天猫是由饮者余丽珍和梁醒波合演。三宫六院斩胡飞是由饮者余丽珍、李香琴和梁醒波合演。八尾沈状元就是由饮者余丽珍、谭兰卿还有任冰儿合演。1962年呢，就有金凤银龙双挂水是由饮者余丽珍、半日安还有任冰儿合演。金间露碎银安殿由饮者余丽珍、靓次白、李香琴合演。罗城叫关是由饮者余丽珍、靓次白和李香琴合演。银盒太子乞食告御状就是由饮者余丽珍、靓次白还有李香琴合演。望夫亭就是由饮者余丽珍、林凤、半日安合演。双太子飞到雁门关是由饮者余丽珍、林家声、半日安合演。1963年呢，有七首八臂观世音是由饮者余丽珍、靓次白、李香琴合演。和玉龙太子出家是由饮者余丽珍、陈锦棠、靓次白合演。二郎神阳展是由饮者余丽珍、李香琴还有刘克宣合演。白蟒闹龙宫就是由饮者余丽珍、李宝莹和李香琴合演。七彩宝莲灯就是由饮者余丽珍和李宝莹、雨佳等合演。金箭银龙是1964年的作品，是由饮者余丽珍、雨佳和靓次白合演。
好啦，今日分享到呢一度，请大家点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同埋记得订阅啦，拜拜。